OK， 这把赢了。我决定，我们 BO5 的生死局会选择柔一。现在是两胜两败关键局。我们听完这首歌就开始按我们这个再玩一次。明天520要干嘛？开台啊，还能干嘛？不对耶，明天520你们会出门谈恋爱吗？还怎样？还是待在家里面？如果你们明天都出去那个打炮谈恋爱的话，我就不开了，我就当作是休息天了。自己不想开不要找理由。什么啊？哪有不想开？干，我最热爱开直播的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最后一场我们的 BO5 两胜两败，这么戏剧性的吗？上天不会让我打完500然后跟我说输了吧？金瓜是包进吗？不知道哎，我不算吧。我虽然还没割包皮，但是我觉得我不太算是包进哎。你们有学过那个包皮的那个问题吗？因为正常一个男生啊，干，我们可以讨论这种话题吗？聊天室感觉很多都是女观众哎，并没有。我们公然讨论这种什么包皮的东西，好像挺恶心的。因为你们知道我不是一个恶心的人，所以，哎，这种问题你私底下问我就好了。聊天室的女观众们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为我刚刚对你们造成的骚扰讲一声 sorry 哈。柔一，太简单了吧这个击杀。回家第一件装备继续买个 CD 鞋，还记得我们上一把的初装吗？也是一样是 CD 鞋哦。花轮什么时候跟特哥双排？哦，要看我这把，我这把赢了我就大师了，我就没办法跟特哥双排了。我这把输了，我还是一个钻一仔，就可以继续跟特哥双排了。所以呢，是赢是输呢，就交给我们自己的队友决定喽。兄弟，你能走吗？兄弟，你很危险啊，兄弟。哇，这个柔一这个角色真的是靠晒哎！我捡到那个神话道具的被动是有点屌，刚刚捡到那个啥，前行者之抓，牛的一匹啊，兄弟，睡一个，我背头，我在背头，我在背头，你看我捡到那个泳霜有没有？那个李欣直接站着罚站，真的、啊，那个柔一这个角色是有点扯。我刚又捡到前行者之抓，又捡到那个泳霜。那个李欣本来说可以一拳打死那个啥那个镜爪、啊，结果被我一个泳霜啊直接罚站了、啊，太扯了！哇，等等回家补个那个1300块那个什么失落之章，无敌啊，兄弟们！哎呀，好短呀！没事，主播，我家旁边一堆确诊病例，是不是要去了？好自为之啊，兄弟，好自为之啊！因为我已经一年多没回台湾了，所以我现在都不知道台湾是什么情况。哎呦，哇干！我刚按两招 W 是怎样？睡一个。哎呀耶！这都没死。哦，我好痛哦！我打人，我现在跟鬼一样哎。看他那个夹子放得好哎！哎呦，鳄鱼，直接变成皮包，疯狂骚扰，疯狂骚扰，来一波终极大炮，没中，撤退啊！一呆，
哎呦，我好疼啊，我应该下点燃的。这个李欣呢，有点上头了。嚯嚯嚯！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路过了哈，哇哇，干你是鬼吧，兄弟！我怀疑对面已经心态炸裂了，8-14啊，对面应该没有那个防守的预练。他们现在满脑子的想法就是等着投降。哦，不对，中路好像出事哎！我来了，儿子们，后面有巨鳄啊，兄弟，别浪啊！看后面，看后面！我的技能有没有中过？太好玩了吧！这只角色，瞎鸡巴乱按都能赢哎！OK， 换掉一只可以。我觉得柔一这个角色得那个熟悉一下那个一啊，就是这种地形啊，怎么穿的比较远一点？最远是大概哇，可以穿到这边去哦，太扯了吧！这他妈这是我的屌的 size 啊，你妈多长啊，跟鬼一样哎！正面打不好吧？除非 Q 到人还怎么样？你看这个鳄鱼，帮你回个血啊！这个劲瓜连那个大绝都没放出来就去世了，这边 OK 死了，睡一个死一个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啊，没杀到，被讲了。哇，就离谱这个。救命啊！哎呀呀，屌，这蓝宝疯了。OK OK， 应该可以一波吧，应该可以一波吧。这个位置对面三个油输出都死光了，剩下一个想要吃美眉们的分的一个 AD 在那边苦苦坚持。Nice， 大师喽！哇操，玩个柔一都能上大师，这些人真不要得。回来啦，各位！不要再叫我钻石仔啦，现在请叫我大师咖，各位观众。我已经顺利回归到这个段位了，各位。哦，又是一波全场最高输出的柔一，22189。再来，哎呀！